啊，这次拍得非常非常的有趣。首先感觉像是旅游一样啊，开着 smart， 然后跟朋友一起随意的玩啊，随意的唱歌。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呢也是非常有趣啊，很阳光。印象深刻的是，我还开了一个小型的 fan meeting， 所以我特别的开心啊。在拍广告的同时还过了把瘾。首先我觉得 smart 非常的年轻啊，就是跟我的这个感觉也比较契合的是，因为都很有个性，他也是非常的。别具一格，自己也很有个性，然后开起来很舒服，很适合这个年轻人，所以推荐给大家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